你不要担心，等一下如果爸妈答应让我们在一起，那就很好啊。可是，如果我爸又讲了什么难听的话，你千万不要往心里面去哦。你只要记得，好好考好你的大学就可以了。你不考大学吗？我爸妈如果都不答应让我们在一起，我考什么大学啊？我一毕业就出去赚钱。我不准，我说过我们未来要很好的。现在出社会，谁还管你哪一间大学毕业啊？可是没关系，我可以先赚钱再去考大学。不然你先念完再换我念嘛。你不念，那我也不要念了。我们一起去赚钱。不行，我们不管做什么都一定会一起，对吧？那你听我的，相信我，我们一定可以跟所有人证明我们会过得很好。不好意思，中断你们两位一下，可不可以快点啊？把门上面等很久嘞。急急急急急什么急？不会挑时间哦。谢谢你哦。幸好可以。来，有准备茶。哇，妈咪是蝶豆花吗？这我妈的招牌，超好喝的、哦。谢谢阿姨。来，妹妹，来坐这边，然后爸爸等一下水。我坐旁边就好，你们聊。那我废话就不多说了。于同学，你上次来我们家跟我们说的事情，我跟豪廷爸爸已经讨论好了。我们呢对自己的儿子很了解，他有什么能力我们都很清楚，所以呢他只要是多用力一点，努力一点，今年一定会考上大学。所以你的提议我们不同意。啊？不行，妈咪，不是，因为段考的时候那些范围都很小，所以我可以随随便便就考到全校第二名。这次不一样哎，这次只考是考一到六册，范围太大了，我自己怎么可能办得到啦？不是，一定要于西给我帮忙。你居然考到现在说考不上啊，任性妄为，不把自己未来当一回事。那你们就帮我把我的未来当一回事嘛，就接受他的提议而已，没有很难啊。他妈，我就不能接受啦。老子就是不想让你为所欲为。哇，你最近讲话都很没有礼貌。你什么态度啊？好，不要吵架，我们讲事情，坐下来，坐下来，坐下。我刚刚只是一个开头，我还没有讲到重点。重点？什么重点？这个重点很重要，所以我们请爸爸来说。你这小子哦，欠人教训啊，就喜欢跟我作对，是不是？告诉你，我是你老爸，这个地方由我做主啊。爸，你讲完重点了吗？你要讲什么？赶快讲啊！重点是什么？你到现在还搞不清楚啊？我跟你讲啊，考大学根本就是基本款，太容易了啦。你说你们未来会很好，那么关键就是科系，物理系，我念物理系可以了吧？考什么科系没那么重要啦，毕竟一年一年哦，变化那么大，流行什么东西都不一样。像之前那个什么电脑之类的，那个，结果毕业四年之后怎么都没有。对啊，流行会改变的啊，哈。我快没耐心了，爸，你到底要讲什么重点？可不可以直接讲？你真奇怪，同学没讲话，你急什么鬼啊？叔叔阿姨，只要你们答应我们交往，你们提的要求我一定会努力做到。看到没有，人家多礼貌，懂不懂啊？其实我的要求很简单的，只要你能够让这个小子哦，今年考上大学，重考不算哦，科系
不用太热门，但是绝对不能太冷门。嗯，最重要的是能考上国立的。可以。排名前五名的国立大学，只要能够考上，我答应让你们交往了。没问题。你答应什么啊？又不是跟你要求。不是我要考的吗？行啊，该吧。不管了。可以，我会尽我所能达到目标。排名前五名啊，考上再说了。嗯，排名前五。排名前五，国立的。喝水，够不够？哎，我昨天带他回家见我爸妈。哇，三小啊！所以你们决定要公开了吗？对啊。可是你爸妈真的答应了吗？算是吧。真的假的？好扯哦。条件是要考上国立的大学。不可能。国立耶，排名前五志愿。前五。我在这边很遗憾的告诉两位，请好好珍惜接下来的每一天。哦，我们都支持你，祝福了。支持，祝福。祝福你的头啦，珍惜你的头啦。永德不停永德哦，每个人好像不相信我一样。哎，考前五真的很难哎。我知道啊，所以这样才可以展现出我的决心，对不对？是啊。可以，加油。阿豪，真的不是闹着玩的。如果没有达成，你们打算怎么办？一定会达成的啦，而且他在啊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真的考不上怎么办？我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，好吗？你要相信我。可是只剩下五个月。没有可是。五个月很久啊！你看我之前随随便便准备一两个礼拜就干掉那个现状的，我认真起来，我自己都会怕。说不定到时候我考得比你还好。好啦。你们俩在干嘛？宇文不是在撒狗粮吗？配合一下啊。好，很好。哈士奇，小狼狗。哇，你的打赏，换你。握手。尿。狗王对，狗王，你是狗王才对，我是狗王，对啊，哎，我要听狗王叫，我，对啊，好，哎，等一下。我要听发情版本的。可以。酝酿那么久。来，发情版本留给我的主人。学霸哎，学霸的叫哎。你还是这种猫猫啦。好可爱哟！报告目标位置，左旋，45度。
目标锁定，发射。来上，干得好，下来士兵，任务回报。包装者，目标击杀。哎，高群，你干嘛、啊、不开心哦？考不好啊，被我妈骂。啊，你到底是考多差啊？不要问，你会怕。那、啊、你考得怎样？不要问，你怕。怕？现在最怕的应该是向豪廷吧？对哈、哦。哎、欸，阿、啊、他人嘞？好，考太烂啦、啊，在安慰他那个小爱人。哎，对不对、啊，高俊俊？不要怪。为什么不？棒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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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！我救！不要过来！给我下来啊！这次学测真的不准啦。我根本没有认真考啊！我们那时候被分开耶，不要在意这次的分数了。可是你真的考太低了啊！我知道啊，啊，因为我全部都乱写啊。哎，我看到题目，我题目都没看完，我就直接写答案嘞。A A C C B B B C A A， 啊，一直乱写。哟。你要相信我，我一定可以考上国立大学的，真的。你看，这是我的读书计划，够仔细吧？我连洗澡时间都写进去了。到时候模拟考，我一定可以再把那个姓庄的给干掉。哼。好，那这个礼拜志刚哥约我庆祝满积分的聚餐，你就不要来。照这计划表好好读书。啊！还是要吃饭吧。哎、欸，民以食为天哎、欸，吃饭皇帝大，怎么可以为了读书就不吃饭？吃饭是为了走更长的路。那你在家吃。志刚哥约我在餐厅，这样来回车程就不知道要多久了。你还想浪费时间呢、喔？我想帮你一起庆祝啊！吃完饭再去找你啊。我认真，我努力。那这个周末你要给我奖励啊。下午一到三点，我会早复习。怎样啊？上午就把我拉过来。不用陪人家于西顾、啊、我有事情要问你。很严重、啊。他终于要来我家。
然后嘞？你跟你的志刚哥有没有那个过？我就是那个啊！你不，你在讲什么东西啊？我很认真在问你这个问题啦。你问这什么烂问题？这哪是烂问题？我就没有跟男生那个过，我只知道可以问你啊。我们现在是考生呢，所以呢，考生就不能那个吗？我就不相信你没有干那个，对吧？白痴哦！志刚哥真的对你很善良，这下怎么了？不是啊，我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啊，周末快到了。啊，让我去问你的志刚哥。你现在是想死吗？哟，不然你跟我讲，你们第一次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，然后那个状态是什么样子，就是为什么天时地利人和就发生了，然后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小配包、小技巧，就是要注意的地方，可以放松一点，比较不会痛。我除了你之外，没有人可以问这个问题。孙博，不知道啦。走开！走开啊！心好痛。好啦，好啦，就那一天，哪一天？谁会啊？下班了。对啊。那夏天会来接你吗？我就要利用时间在家看书。哦。我裤子有沾到什么吗？啊？哦，没有，我在想事情。小顾，要走了。不是已经考上好的志愿，怎么不多排点班？我想要陪豪庭温习功课。别忘了要提早存学费，大学费用高中不同。嗯，我知道，我都在计算。快回家吧，今天累一整天了。那我先走了。嗯，志刚哥，拜拜。拜拜。孙博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
我有事情要问你。什么事？就你知道我是第一次，所以想说那天在淋浴间会痛吗？舒服吗？舒服吗？舒服哦。